写明旧冲庭，投鼠有心为记起。上青刀投诚意，帝郎帝郎啊，喜事临头，喜事临头啊，兄长何事如斯喜悦啊？帝郎啊，适才楚王派遣专使到来，他说道：王误听人言，囚禁专公，今有群臣保举，请君家三世忠臣，王内参过听，外愧诸侯之耻，今拜专公为相国，我兄弟等亦拜封侯，现有严亲手书，量无虚假，我等速速同上请刀，谢过英明帝主啊！啊，兄长，父得免死，而为自行，儿子何功而复封侯呢？此举分明是计行利诱，倘我等不反请刀，老夫还可苟延片刻，若是一同回去，父子们一定惨受痛诛啊！嘿嘿，帝郎啊，你何虑之心呀？喜见平安一子孙，更是高年亲手远，何须双手复一子孙？同父
兄长仔细思量，莫连累一难门。王啊书无虚伪，以曹不堪，所以难辞啊！啊！我等无。什么父是忠臣，以孝之，可笑如忠如孝，太无知，亲路未能长奉事，全忠尽孝，愿令
闲。咁闲所以挑说沉冤事，难道帝郎不愿返京师？与父同朱，何益于是？我洞悉错
郎啊，念刀斧接情深，悲望你任教闯王残风，独计划中